好，国春呢，虽然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跟那些什么哥哥好混在一起，不过第一个你没变坏，第二个你的身材保持得非常好。有，我也有在练的，有在练哈，差没拍写真集，拍一本，拍一本。对对，其实蛮好赚的，一本600，600呢。那个啊 ，Pose 保罗是一本多少钱？520，520，比较便宜一点。为什么你要定价比较便宜？有跟出版社合作，谢谢啊，啊，非常的养眼跟可口，谢谢。好，那破你是读啊护理系啊，男生读护理系很少哈，现在越来越多了，从我前几届开始就蛮多的。当时为什么想去读护理系？会读护理系是因为小时候在。也蛮常去医院，是因为我外公啊，我外公也是老兵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外公那时候是也是就是跟着军队来台湾的那一种老兵。然后那时候就是外公也是常常生病，我那时候国小2-3年级的时候，外公已经80几岁啊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外公常常就生病嘛，然后那时候有疝气嘛，疝气，但是他年纪大了，疝气其实不太好开刀，年纪大开刀不方便。是。然后就一包那边，然后他又觉得说，民进党都想害他，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嘛，所以他觉得民进想害他，所以叫一定要去医院，就是做检查，然后要检查个出什么是民进党害他这样。那时候刚好我国小2-3年级是常常都是半天的假，这样半天的课。对。然后下课回到家，他说走陪我去医院，我们去荣总，然后就从那时候住中和，我们就坐电车去中和，去荣总，看医生这样。对。那时候去到连。护理师都知道说，弟弟，外公嘞，你外公嘞，这样子都知道说，都认识看到我都知道说我外公会来这样。对你陪外公去，陪外公去，去荣总啊。对，然后在其实耳濡目染下，就觉得哦，医院的环境很不错，然后又觉得蛮喜欢医院的味道。嗯哼，我很喜欢那种消毒水的味道。你喜欢消毒水的味道？很喜欢。哇，然后就。想说长大不是要当医生就是当护理师，然后就是个目标这样子。但谁知道就是智商没有那么高。哎，客气客气，没关系。对，智商没有那么高，就是没那么厉害啦，没办法当到医师，就想说那就当护理师好了。毕竟护理师考到执照出来，也是蛮有用的，不一定要当护理师，可以去当可能教练啊，或者是游泳教练，或者是健身房教练。外公还在吗？外公已经过世了，走了是吧？对对对。那后来你陪他去，是他到底他得了什么病，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没有，他后来。因为他其实身体很健康，他90多岁才走的。嗯，他身体很健康，他是后来去住宜兰那边有荣民之家。嗯，然后在那边可能生活不太好，不像在台北，就是他可能不习惯，然后生活环境真的比较差一点。我们都有去看过，然后觉得那边不是太好。对，然后他那时候晚年，身体也蛮多毛病啦，就是过敏啊，湿疹什么的。那个是过敏，那个是民进党害的。就不知道啊，然后就是，而且他会对着电视骂，到后面，他是会对着看到政论节目会骂说啊，民进党害我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对啊，然后老兵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，都会这样，他跟民进党就是世仇嘛，一定是老兵，一定他就是看都不用看，他就是选颜色的，一对，以前看到新闻就先拍桌骂政治人物，一定都骂民进党，不好意思讲得太难，不会了，不会，就是他都正常都是，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。背景啊，对，我们要他们能做的抱持理解啦，呀，然后其实外公在后面过世，我觉得自己是觉得说，因为那时候才国小3年级，也不能做什么东西。但其实我心其实蛮成熟，我觉得说，如果今天我有能力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外公接回家，他就不用待在这么难适应的地方，而且看到他皮肤，这边痒啊，然后这边过敏，然后很痒什么的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环境也不好，吃的也没有很好。然后在如果他以前像在家里，他会自己煮他想吃的东西，可是在那边都没办法，他所有事情都被限制住了。然后觉得我自己有能力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把他接回家？可是我才3年级，我能做什么？就这样想。蛮不错，有一个孝心啊，你有个孝心哈。那所以是外公的影响，所以你读了护理系。算是，对对对。那本来你是要去医院上班的，结果呢，为什么没有去？我8月底的时候出一个车祸，然后导致我的左手就是耻骨、桡骨都骨折。然后手腕这边也骨折，所以，9月本来要去上班，然后我没有去，这样就延后。那个车祸很严重，蛮严重的，是怎么样发生的？
就我直行车，对方是要左转。你是骑摩托车？骑摩托车。嗯哼。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摔车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摔车，就是失忆啊那时候。嗯。然后摔车之后是之后车主才说，就是当下我的手是变 S 型了。S 型 ？S 型。嗯。但我痛到，可是我当下是有意识的，可是我后面想不起来我当下发生什么事情。嗯。然后。我爸爸说，我当下看到我的时候，是我的安全帽分开来的，不在我头上了。哦，已经离对，没有戴在头上了。对，后来问车主，车主才说是我自己跟他说，我头好痛哦，可不可以帮我把安全帽拿下来？哦，好。对，就还好，头没事，脸也没事。嗯，就是手受伤这样子。是。那个手受伤到有多严重？嗯，那时候骨折，就是这边粉碎性骨折，然后这里。粉碎性骨折，这个这样看，这样就看得到，看到，好可怕啊！这里有一条，然后这边也是，还有这里，对啊，这样会影响健身，不能健身了。我现在还在复健，我的手腕关节比较难好，就是这边的话，如果是断这两根，照理讲是还好啦，但是断到手腕，而且医生说可能以后有3层机会骨坏死。嗯，坏死的话就可能要把那骨头拿出来，用别的地方骨头再补进去。哦，对，所以现在活动都还是有受限，还要再复健。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就对了。嗯，对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健身？我问医生，医生说可能以后做推的这个动作会用到手腕比较难退恢复，但可以做拉的动作啊，这样子。不过如果可是没推就啊，功能在我就很庆幸了啦。嗯啊，至少恢复可以基本生活的功能这样子。那你拍的这一个啊，这个是你嘛吼？对，这是你嘛？是我。那拍的时候有跟爸爸讨论吗？没有，因为我。爸爸是比较保守一点的人。嗯，爸爸有多保守？我没跟他说我去拍这些啊，因为你不敢，你不敢说，对不对？不敢说。嗯，但是我会跟他讲，就是那他以后也会看到啊。对啊，看到再说，看到再说。嗯，但是妈妈比较支持啊，我拍这些跟之前我有拍过年历，也是要脱衣服那一种年历，对，都会拿给妈妈。妈妈是比较支持啊。嗯，但爸爸。嗯，真的就比较保守一点。哎、欸、哇，你身材练得真好啊！其实也要跟爸爸讲，这个是儿子的骄傲啊。真的。对，要练这个要其实有多少意志在里面啊？对不对？那哪那么简单啊？没错。爸爸看到了吗？爸爸，我没有拿给爸爸看，爸爸应该是知道了，而且爸爸也蛮支持我去健身去运动。嗯，他觉得是对身体是好的。是，爸爸支持你健身运动 OK 啦。但是不有没有没有支持你拍写真啊？但他没有反对，因为像这妈妈都会在自己的脸书宣传，对，但爸爸一定也会看到啊。哎，妈妈也是很支持你，妈妈是支持的。哎呀，这个妈妈好伟大。